现在呢，已经快到八点多了，天还是黑的，很黑吧？是不是很黑的天？然后我就走在这个路上，因为我很饿，我好想去找点吃的，先吃一下。现在中国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半、三点钟了，好像，是吧？早上好，已经出太阳啦！现在已经出太阳啦，你们看一下。走，是不是出太阳啦？天亮了。知道我现在要去干嘛吗？待会儿要去拍杂志封面，拍完杂志封面以后，然后再去试衣服，试 fitting， 对，还是 fat， Becky， fitting 还是 fat？ 哇，好冷啊！我现在一天只吃一顿哎，你一天还三顿齐齐的吃嘞？你还一天一顿？你今天早上没吃早饭是吧？没有啊。没有的视频去删掉视频。我删掉了。为什么删掉？因为丑是吗？视频在我的手里，我删掉了，没有这一段。我已经备份在手机里了。你不可能，外面好美啊。这张就是一个状态，就是一个小街。哎呀，太下大了，我们是不是要上车躲一下？躲一下吧。你过来，你这头发那么长，你这得。没事。淋多少斤的雨在？冷吗？你好假。冷吗？你说呢？好像不是很冷的感觉。你把外套脱了。好像很冷哎，好像手呢？放着好，没事。把那个电池。哎，你看看钟正，你看看钟正，把衣服披在自己身上。今天晚上我回金顶轮就睡了。你啊，你猜，猜200块。你的这个时间真的不好测。我为了你这200块，我会改变我睡觉的时间。那算了，我给你200块，你早点睡吧，好吗？真的是。大家看看啊，真的是啊。你往后走，我往后走，你往后跑，你快跑，我会摔死的，会的，会的，那我出马路就摔死了。你看，我给你看一个，好，我跑。你看它这个位置很红，这位置很红哎。哎，真的，因为是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巴黎圣母院的那个塔，我也跑。
拍不到那个塔。这是都分身了。哦，那对塔在那里。你看，你看那个塔尖，你能拍得到吗？可以。师傅，能不能拍一下？请问这套是什么分身？分身啊，抓绒秋裤啊。这么冷的天，你连秋裤都不让我穿，秋衣你没帮我带出来就算了。哎，还在那请问什么？下面不准拍。黑什么黑呀、啊？这边把你毒哑了，我跟你说，还黑的。哟，你们看看他哦，把我毒哑哦，毒哑了我还能笑，我告诉你，毒哑。这样想吗？你叹气干嘛呀？冷啊。拍的吗？像我闭麦吗？是。哎，秋裤先拿下来吧。摩擦起点。外面下冰雹了。下着小冰雹，下着小冰雹，可怕。下雨了，今天下冰雹了，就穿着小短裤在那儿拍照片，然后就下冰雹了，冻死了。公我吃了一半，我才发现我应该要拍给你们看一下。疯狂的吃，不要
因为我觉得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一直拍自己的话会很奇怪，所以我就把摄像机放在了一个角落里面，偷偷的拍，偷拍我自己吃饭。有一只血腿掉到我包里了，给你家看见了。有只血腿掉到你包里了吗？我刚看见风一个。给你加餐呀，晚上回去饿了可以吃。你要吗？我第一次拍视频，这样子会不会很不礼貌啊？一边在吃东西，然后一边在拍。我其实不知道这个视频应该怎么拍。那是架势。会啊。接下来吃的就不给你们看了，吃的东西太多了，吃完了再跟你们说吧。吃完了再拍。胡子是不是长长了？是不是胡子长长了？刚刚洗好脸，又把我的脸跟丢了。今天就这样了，明天开秀。哎，找我。我已经很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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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现在是中国时间大概中国的夜里面3:30了，然后这里的时间是不知道